有一次他们在广场上跳那个广场舞唱歌的一个老大爷，我就借了老大爷的那个话筒，我在广场上这个喊话，我说这个小女孩是谁家的，这个我是丁岗派出所的民警。刚开始呢有个老大爷过来说是他的孙女，我说你现在要提供你的身份信息给我，因为他没带身份证，他提供不了他的身份证。然后那我说这样吧，打电话叫他父母过来，可能就是老大爷就给他的妈妈打电话了。过了15分钟之后，小女孩的妈妈就来了。